掏粪，对，掏粪，因为你送到医院去，他也是这样处理。当然了，那个爸爸疼爱儿女，这是应该的，天经地义，对，是天经地义。所以他们以上几位讲的，其实都有，你都有，我的都是过来人，好，包含说记录他的第一次，我还不止记录第一次，哎，我想那个小孩从那个。哎，出生的时候你有在吗？在，在，好的，自己拍，大家都自己拍，对，都自己拍。然后我老婆剖腹产，所以在医院要待七天，哎，我也是七天七夜全部就陪在。剖腹就没有在拍的吧？有，可以，有些还是会拍，也可以。好了，那月子中心结束以后，最大难题是什么？因为现在人都很忙碌，所以他们一一都去找保姆嘛。只有我本人不用保姆，因为我就是保姆。我跟你讲，宪哥这个活力完全弱掉。现在是我的发言时间，还有啥？还强制别人？当爸爸的哈，就是因为老婆刚那个生产完会比较疲惫，对不对？需要保姆，我可以理解哦，因为老婆就累了。对。可是家里面只有老婆吗？还有老公啊，还有爸爸。哦。所以呢，我们谢绝保姆。好，我老婆她产后好辛苦，你多休息，我就自己亲自带小孩了。所以刚刚他们讲那些巴士把尿什么东西啊，我都相当熟悉，因为我也常做。我巴士把尿到什么程度？那小孩有时候要拉要尿，那是不一定的。我也是抱着小孩，好，然后这个哎好可爱哦，直接扫射，哎，直接扫射整个脸都是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是女儿怎么扫射？对对，是有点流流吹错喽。我跟你讲，你女儿吹牛吹太大喽。你真的浮夸。看你抱的姿势啦，看你抱的姿势。哦，他是从后面扫射的。你小孩子没有包尿布？小朋友现在才多大？四个月。对啊，他当然四个月，他肯定是包了尿布。请问那怎么分？对啊。我跟你讲，那你就外行了，你还在那装内行。好，对，来，继续。好，外行。因为小孩的尿布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，那个可能刚换完，对不对？那换完你不能马上包啊，因为得尿布疹啊，因为你刚才帮他擦干净而已啊。哦。对，所以会让他风干的差不多十分钟到十五分钟。王洪哲有话要说，风干是不建议的，好不好？那我要风干小孩啊？没有没有，因为擦一下以后马上就干的意思啊，没有到十分钟。我跟你讲，小朋友屁股洗完之后呢，你就是直接用它有一种上面软软的一种布巾把它擦干之后，哎，我自然就会干了。我比较讲究，不过最好的做法其实像我们家的话，他一岁半就不包尿布了。就早一点不包，你就训练多洗一点床单不就好了？其实小孩就让他到处拉有什么关系？黑的嘛，对不对？有关系啦。到处拉，到处尿，我们就比较勤快的去清洗。我连我们家的狗都教不会小孩，我看就算。我刚刚这些好爸爸讲的都是些吃喝拉撒平常养儿育女的事情嘛。那我经历过一些比较不是一般爸爸经历过的事情。听听看，听听看，听听。我们家儿子有一次去海边，可能感染了海洋弧菌。你刚讲完之后，讲到第五位，你突然间想补充，你也知道你那一段弱掉。不是不是，吸鼻涕，有比较就知道。诉诸更感情面的，哦好，加分的嘛，对不对 ？Bonus bonus。哦，就那时候我们去医院的时候，他整个手啊已经肿起来了。医生告诉我，这个就是叫做蜂窝性组织炎。还有腰膝啊，而且最坏的状况是直接断掌截肢啊！因为我以前跑社会，我看了很多这些，因为不截的话，恐怕会有败血症的。对对对对，然后我想说，我应该当爸爸的很刚强才对，是是是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？结果那天知道医生跟我讲说，你好，最坏打算可能要切断。哎呦，我一听完之后，出去车上还不敢打电话给我老婆讲，哎呦，先上车自己。在车上崩溃，崩溃，哎呦，哭得跟外面的雨刷一样，擦擦擦擦。我刚好在下雨，下雨是雨水，我已经分不清是外面的雨水还是我的眼泪。雨水 ，rain and tears，rain and tears。这段很感人，好不好？所以当爸爸，虽然有刚强的外表，但是也是柔情似水。后来现在他怎么样？有接回来吗？他后来就是开刀之后，先把压力释放，是抗生素打了半个多月。哎呦，我那个半个多月就每天睡在医院里面陪他从早到晚，对，一边要安抚他的心，一边要治疗我自己的伤痛。真的，爸爸还要坚强，不能，而且还要送客这个接往迎来的，其实当爸爸的很辛苦。嗯哦，哎，这真的是陪他走过来，有感动，有加分吗？来，有这个会有加分，错，那个错这边，因为刚好你现在最弱，没了，我补充一下。加油！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大家讲这些故事，他们听一下就忘记，我故意最后再补充，大家才会记得。就是以前有个广告，就是爸爸跟小孩子说喜欢爸爸买给你。我被那个广告影响很深，所以我会尽可能满足我的小孩。对，所以我小孩，念。
开始念书之后呢，有一天早上我送他去学校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：“爸爸，我们家离学校好远，我都要就是不能够多睡一会，所以我就马上就在学校旁边买了一个房子，就搬学校。”做错你完蛋了，你真的很做作，有什么两样？要不要听听我的？好，来来来，现在真的，谢哥真的，因为我女儿多嘛，三个女儿，你四个女儿，对不对？他们其实不大，老大也才二三四岁嘛。然后呢，我跟他们讲，就是聊未来，因为你们最担心的就是他能不能所托是我们要的人，就是所托非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他们就说：“哎呀，希望未来是嫁给谁，然后未来她的老公会什么这样。”我说：“这个都不重要，宝贝女儿，嫁了人之后，你如果觉得不开心，家里永远都是你的港湾，随时都可以回来。时代真的不一样，我们家他，你的房间永远都在，你的所有每一件东西，你嫁人了，这些都还在。哎呦，想回来你就回来。”好吧，我这样有点。那万一他们过得很开心？什么这样怎么样？什么这样怎么样？这个是当女儿的后盾嘛，对不对？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所以他们已经哭了。他们已经都有男朋友了吗？没，只有很多人在追了。最近有一个汽车广告嘛，然后他将来嫁人，不管你是怎么，然后爸爸就哭了。对，一转头啊，还才一两岁还在哭了。真的真的，这是一个真实的经历。对啊，爸爸心是柔软的，会有那种。那我想，其实没有一个人天生会做爸爸。我一开始，我陪我太太进产房，然后看到我儿子生出来的时候，我也哭了，是吓哭的。你要吓哭？那时候觉得小孩子怎么长得不是那个拍婴儿奶粉广告的样子，瘦瘦的。哎，真的，我有这个迷思吗？是因为太丑吗？你没做过爸爸，你不知道，因为演过很多戏啊，里面的这个小孩子都是很对，怎么会长这样？他不要没有头发，那时候孩子还没有长头发，而且还绿绿的，然后绿绿的，然后眼睛又单眼皮，就觉得这是谁的孩子？长得又不像我，不像婉容。后来慢慢才知道，哦，小孩子会慢慢长大。是是是，两位现在重新调动他们的位置。跟你说，他是我学长，留给你下手了。我觉得我觉得你还到四号比较适合。最令人那不最令人感动的，你认为应该在这个环节里面做到一号是谁？永康哥。对啊，真的吗？恭喜恭喜，一号到一号，嘴上说爱女儿，却连眼睛都忍不得。如果你连女儿的灵魂之窗你都不认得，那你就训掉了。这个眉毛故意把它盖起来，所以此地无银三百两。其实我比较认为是这个，潘老师搞错了。三哦，你不能搞动刚出生的照片。哎，你才四个月，刚出生也不过三个多月。眼睛闭起来就是他了。